是五点蓝，往手里干。我这手里干，手里干。哎呦啊，这老哈子假装走了啊，其实不走，一会儿看看能不能把他蓝给他偷了。如果我们能前期把瞎子的蓝给偷了，那就特别的牛皮了，特别的好了，那就啊。但是这个手里干只能打五十多点血，我们必须得剩一丝儿血才能把他打了啊。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我丢了两个兵，三个兵来扣这个蓝没扣掉，其实我有点伤啊，我有点伤，我有点伤透了，哇，我伤死了，我的天哪，我太伤了，关键这手里干撇的血太少了，我早点扣抢抢不着，那前期那劫那扣打人不掉血，我扣那小兵都不掉血，你看着没？啊，原来前期的劫是扣九十多点血，我以为只能扣七五十多点血，我看着后边那个来，我靠，早知道我七十多点血我就扣了，什么东西啊，这是上来手里干，手里干，不能跟他打啊，这刀锋咱可也不起，没有影子可不行，中路这把可不太好办，而且他们还来赶客我了，你要 Q 小兵啊，我给你个手里干，打他一波，我靠，我可能要跪呀，这英雄打人是真疼啊，我就想摊个炮车呀，我就想摊那一个小炮车呀，不行了兄弟们，赶紧回家啊，回家以后赶紧出门，有点亏，这英雄就这样，只要遇着你那半管血往上就没，三分之二血吧就没了，这英雄就这样，就前期就是猛，我觉得真该削一削，干哈打人这么疼啊，好亏呀、啊、哎，这老积木我看看能不能搞一搞啊，不行，右边插个眼儿吧，这俩人啥意思呢，两个三级的要整活，他可能马上升六了啊，一定别跟他皮，我们能补刀尽量补刀，
我的炮车。我得打你一小套了，我不能让你太舒服。关键我前面太亏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前面要不那么亏，去抢那瞎子的蓝还行。上来亏杀兵很亏的，我现在亏了他半级。这波可以打，这波他一没 W， 二没 E。我们可以杀，他是有点烧气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如果这波不烧气的话还行，这有点太烧了。这波我们不回家啊，我刚耗了饭馆那血挺好。差一个 Q， 那个 Q 没中，电刑没出来，他还有一瓶药啊。W 一打人，顺便收兵。我们收兵，这波不打他。玩劫要稳一点，这个英雄容错率很低的。哇 ，Q 一下。过来掏，十秒有大，他最后一瓶药也磕没了。等个电刑啊，这波可以小打一下，上来开大招，点一点，回来 Q， 哎呦我操！差点没把我给反杀了，等个影子啊，这瞎子不怕。我们吃波塔皮，还好，问题不大。还追呀？我劝你还是别追了。我们先 Q 他一下，回个血，走呗，让他拍到了。嗨呀！有瑕疵，他给我减速了，他要没减速，这个天雷破我们可以走，给我一闪了。先来个木印啊，星石其实好点，哎，都可以吧，看你自己想出什么出什么，我喜欢出木印，再转一下，我一个扣，他这边没有 W， 我们可以尝试击杀。
而且，W 点炎 EQ 三花聚顶 R 回来，给我打个男 buff， 我需要查克拉。这积木啥意思啊？嗯，啥意思呀？这积木，我在杀人的时候，你怎么把蓝拿了呢？你还能玩了不你呀？你也是真恶心，我发现。走呗，我手里干。哎嘿嘿，把拿跑。他闪现，有点吓人啊。这把咱来个明朗之靴吧，吸地快一点，我想出一个全吸地的劫，十秒一个大。十秒，对，十秒，往下路走一波啊，往左边走啊，哎，有意还可以啊，那女警能打过刀锋吗？176块钱，有点便宜呀，踩雷了。ADC 怎么不怕我呢？我就纳了个闷儿了，你说，兄弟，咱怎么不怕人呢？我们先去打个蓝，这没有查克拉可太难玩了。啊哈哈，吃我一个手里干。我们没有电刑啊，这一波这 ADC 可不好杀呀，看看这里有眼儿吗？没有眼儿可以试试。呦呦呦呦呦！这雷怎么跑我脑袋上来了？我给你个 Q。WE Q 死，回手掏，点炎 E A 给大招 ，Q 闪现走 E，R 回来 E Q， 电刑出的慢了点啊。电刑稍微出了慢一点，15技能技术，15。我先来个这个，100块，他下路死的有点惨，在我们下路跟中路已经双双打开局面的同时。敌方的上路和我们家的上路
还是零零零，零零零。别送了，不好意思，我菜了，我送了我们家全队的人头，我对不起我的队友。你这个老讷鱼，我们先走一波 W 一 Q 一下。鳄鱼也杀完了是吧？现在我们大招40秒一个，你想想我要是100能是多少？这积木是真不怕死，这积木，哎呀，这原来有个雷，我说的嘛。你这个茶眼是什么意思？踹来，躲掉 ，Q 一下，回手掏回来。1050，拦好了，打个拦去。现在是40秒一个，打个拦，再出个九头蛇。以前的劫没有这个技能极速的时候，就是10几秒一个大，很快的。我现在38秒一个，我升到16级，然后我有那个终极猎人，我有个100技能极速，差不多10几秒一个。这蛤蟆在干什么？W 一 Q 过来掏，手里干，就是伤害有点低。你瞅瞅这个虚区，这虚区是真低。你在这玩吧，这刀锋一会儿就把你杀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勾引一波，勾引一波。刀锋很明显并没有看清楚我们的人儿搁哪，哎呀，这哪里来的雷？这可不能给你啊，这蓝 buff 这种东西可不能给 ADC 哟。等他最后一枪打完呢，等他上子弹，我们上去把他杀了。W 一 Q 过来，给大招 R 回来，手里干，炸。W 一放 Q， 再一回来闪现走。W 一 Q 一一 Q 二，给我追 ！W 一 Q 回来给大招，一手里干回来呀，手里干空了，掏接一来鳄鱼 ，W 一放 Q。
再 Q， 拔不了一 Q， 再一回来扫一下 ADC 搁那呢，一 Q 呀，好蛤子，快跑！给你们秀一个啊 ，WR 回来一 Q， 再回去回家。我们来一个这个考菲尔德战锤，有点晕，晕了吧？一般玩劫的高手，可能自己都找不到自己在哪儿。不瞒你们说，飞科以前跟月轮打的时候，据我所知，他是瞎鸡巴按的。你们觉得呢？先把他掏死，他没有查克拉了。刚才给大 W 一三花巨顶，抠一下，回家了啊！一千块钱，先拆个针眼，我正好差点钱。现在十五级，三十八秒一个大，我们回家出完这个，然后升个级，十多秒一个。但前提得升个十六，怎么才能再升一级？能否让我？能否让我升个十六级？好像不行。不给舞台，那没办法。